阿妹，阿妹，哦，说嗨，你怎么起那么早啊？今天在家没事，然后我就带着东西下来卖的。你不用那么辛苦的呀，是不是？你有什么事，有什么需要，你跟我说呀。是啊，那我自己努力的话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还有哪里在搞什么，我们要养阿妹，只要人健康的活着。阿妹，其实我能帮助你的，我一定会去帮你呀。你有什么事，你直接跟我说呀。你没必要那么起那么早，那么辛苦呀。要不咱们把收了走了，好不好？再等下吧，我身上还真的还有一点。阿妹，其实你不用那么辛苦的，阿妹。其实这个世间咱们只来一次。百年之后也没你也没有我呀，咱们努力拼搏一生也带不走一砖一瓦。阿妹，其实人生苦短嘛，来日并不方长，有钱把日子过好呀，没钱把日子过好就好了嘛，是不是啊？没有那么辛苦的嘛。你说的好像也是啊，但是人总是要面对现实的吧。这本来就是嘛。好，走，咱们把东西收了，我带你去吃饭。你早上也没吃饭吧？没有，我早上来的时候吃了一个土豆了。吃了土豆怎么饱？走走走，再慢一点吧。慢了吧，咱们下次再来卖好不好？我先收了，把东西收了，请你吃饭啊，好不好？饭就不吃了。收了呗，怎么不吃呀？你想吃什么呀？我今天请你吃啊，你好不好？吃了，因为我不饿，我还是回去家里面吃吃了。吃的话也不太贵啊，没必要浪费钱。你好不容易下来一次，是不是？你喜欢吃什么，我请你嘛，好不好嘛？不吃了。不吃不行，你吃一个土豆怎么饱嘛？路那么远。算了呀。好吧，走。啊，我请你吃点。你去吃啊，你算。嗯。吃点吧，你好不容易来一次，是不是嘛？你不要一吃就不吃呀。你放心，你这顿饭我还是吃得了的。你就吃这个啊？啊。多少钱一根啊？两块啊，三个啊，两个是给爷爷奶奶吃。那你就多买一点嘛。没事，三个就可以了。三个呀、啊，够不够啊？哎，好吧。多少钱啊？6块钱哦。给你扫过去了啊。吃呀，你吃不吃吗？别，现在吃。要不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你算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你不用麻烦你。坐车又那么麻烦，是不是？走，我送你回去。我车子在那边。我可以走路回去的。那么远，你走路怎么走路回去嘛？是不是？走要走好几个小时呢。你走走，我送你回去。反正我又没事。快点。这样不好吧？送你回去嘛，好不好嘛？总是让你麻烦，真的。不麻烦，不麻烦啊，走。